谢谢大家今天有来 ，Thank you guys， 嗨。我们的这个 Julia 的粉丝聚集了非常非常多在我们的快闪店前面，那今天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开心，因为 Julia 前阵子才刚去充电旅游，对不 对？而且最近呢推出了新的作品《小歇》这首歌，那我觉得大家对于你呢的印象就是哎，作词作曲唱歌都非常厉害，但不知道原来你还会自导自演 MV 吗？因为其实这个 MV 是比较轻松的，其中一首歌，所以我就跟公司说交给我好了，哦，而去海边顺便去散散心，然后顺便拍一个漂亮的 MV 这样。哦，那你在拍这 MV 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，或者说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当时是很紧绷的通告下，就是非常工作非常紧凑，对对 对、嗯、然后一直是跑校园啊跑通告表演，然后所以我当我看到这歌词的时候我就说你们真的很懂我，我现在真的非常需要小歇一下，对，小歇一下，所以我唱的时候超有感觉。然后拍 MV 的时候我其实希望当天的天气会比较好一些，对，但因为有一点点 cloudy 有一点点多云，所以我们就后期就调色调很多，哦，对，但是也是我们自己用空拍机自己玩自己飞，哦，所以 it was really fun，完全就是化妆，我没有画眼部 at all， 完全就是眼睛上面没有画东西，只是底妆一点点，然后画个眉毛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上阵了。对，我就想说这个小歇就是要大家 chill 一下，所以我不能整个脸像就是很完整的妆容，对，就是度假的感觉，对，很放松的去拍它。哇，那而且完全是因为 John Mayer 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欣赏的一个歌手，他之前也有念过一段时间的 Berkeley， 是，所以应该是我的师学长，学长，学长， right， 学长。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他的音乐，我就想说这一辈子我一定要看他至少一次现场，然后就很幸运的有机会可以去东京去看他。哦，所以这趟去东京，我觉得应该是收获很多，超级多，超级多。有没有拍很多很漂亮的照片回？有，我有拍 GTV， 大家要等等，我要剪。大家也知道我的剪的速度超级慢，所以大家都点头。Yes， 等你。但是我的日本 GTV 会来的。哦。你是带着 OPPO 的手机到日本去玩去拍照的？有有，然后我前阵子去台南也有去带着 OPPO 手机去澳洲，也有 OPPO 手机。嗯，对。Oh my god. OK.就随便乱拍都很厉害，能捕抓到最棒的那个 moment。 所以你自己在挑手机，因为你可能大家现在出门可能不会带相机了，就是一台手机，然后去拍摄你想要的画面，对不 对？那你在挑选手机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条件，就是什么样的功能你觉得你最在意的？自拍就是相机功能。对对，因为我其实很懒，我不太爱自拍很多，所以如果你在那一瞬间随便乱按下去，然后它出来的都很 OK， 那就对了。OPPO 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我懂我懂，而且你一定有点懒惰，就是在事后又做一些加工，对不对？就是最好拍下来一张我就可以直接上传的那种，跟大家及时分享，对不 对？哇，那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，你觉得今天呢，你来到现场，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OPPO 会找你来这边跟大家见面，担任我们的一日店长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因为前阵子就有跟 OPPO 合作一下，然后我觉得这手机真的是实在太强了，对，对于我这么懒的一个人来说它真的太方便了，然后我随时拍 GTV 它都是捕抓的画面灯光啊什么都是你喜欢的，非常非常棒，然后非常容易去使用这个手机，是，对，所以我很开心我今天可以来到这边。他直接就升上来 ，It's like so high tech。我觉得那是很厉害，就是很疗愈，就很想忍不住一直打开自拍的镜头，一直打开，它就一直升起来，就是慢慢升上来。对，我觉得很好，就是很好玩的一个，因为是目前全世界应该没有手机做到这件事情。我真的没有看到过这个，所以我很开心这次可以跟 OPPO Reno 合作。而且你看到，如果它收下去的时候，你的正面就是全部的荧幕，对，没有任何的阻碍。对，对不对？我前阵子也有跟他们说，因为他们有访问我说你这是喜欢OPPO Reno 什么？我说其实最近期手机都是荧幕全部都是上面会有那个对刘海，有个小刘海在荧幕上面。对，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，整个屏幕就是你想看什么就是很开心的看，很完整，对不对？很完整，很期待。你也很期待。那其实下礼拜就是母亲节了，对不对？哦耶。对，那你有没有想说，哎，那你要送妈妈什么礼物呢？我很想给她这只手机，真的吗？真的想自己买一个给她。而且对妈妈来说，她也可以出去炫耀一下，说你看我现在要拍照，哎，镜头就升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我真的觉
得澳洲现在有发吗？哎，澳洲现在有发吗 ？OPPO 的这个有手机哦，有也发了。我真的觉得太酷，因为大家很多的朋友们用的手机其实是其他的牌子。对对对。那我觉得我妈要是拿出来这手机，然后自拍一下，然后那东西升上来，大家一直对那个瞬间，要感受那个瞬间，对不对？就来跟我们讲 ，so cool， 真的很酷哎。